来唱给你们听，可以吗？让我们欢迎王心情。大家好。哇，想不到大叔有这种气势。我刚踏进来，真的就好像在考试一样。你看起来不像大叔啊，我给。嗯，刚刚有个大叔啊，不是。好了，没有，真的在开玩笑。你刚刚讲的那首歌，真的蛮感谢怪兽还有阿信帮我写的歌，大家要不要听听看？好，那我们来这一首。勇敢，无知から我消失的世界，那无我的故事我谁人熟悉，不管是成功也是失败，Yeah.